台长你好。你好，快点啦，给你加出来的。加出来了。啊，赶快，没时间了，超过时间了。台长，台长，大悲咒的杯那个盖坏了，杯子要不要用布包起来丢掉呢？要，最好什么东西都要包一包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包一包比较好。嗯。好，台长，帮我开始讲经。开始讲经，你自己好好念经呀。自己好好念经呀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好好修心，好好修心，好好念经，然后嘛，你就自己呢，要平时呢要多用功，啊，多慈悲，明白了吗？好吗？好，好。